好，我是 Chloe，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是在韩国上市讨论度就超级高的这个 Misha 的大胆持色雾感唇膏。它这次出了8个颜色，然后它全部啊都是这种全雾面，而且是磁扣的设计，超级有质感。不管是包装啊还是唇膏的颜色，都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吧？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试色影片喽。那我现在嘴巴上的颜色呢，是这个神秘女伶，它是有点橘红橘红颜色。有看过我以前口红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我就是一个橘色控，所以这支完全就是我的颜色。而且还我觉得它虽然是雾面的，但是它完全不干欸，然后擦起来也超饱和超滑顺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超级滑顺。那韩国的口红我还是建议用眼唇卸妆一些会比较干净，而且它又是这种磁扣设计，很有质感。大家可以到门市去试试看自己喜欢什么颜色，我觉得8款颜色都还蛮日常的，就是你自己也可以画咬唇妆啊，或是涂到饱和也很好看。我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那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